是哥们儿。我不想发现，我啥也不想说。你摸摸，你摸摸。哎，林哥，刘叔，这是哥们儿。不想发现，你记不记得？白翠儿，你摸一下子。我你说里头是啥？我屁话都不喝。不是，林帅，听我说。那种。哎，林帅，听我说，你看着我。这是哥们儿。我不也发现？哎，你我我不管你没发现，林帅。啊。咋又开始打上了呢？有一天。不还差两把吗？哎呀，那我钱拿了，这是我钱。我跟你讲啊，林帅，这挺哥们儿。当有一天，林帅听我说，你谁别说话。当有一天我宋小强发出的时候，这个哥们爬到陪在我身边。这是我送上的兄弟，哎，继续，哎，快点，我打打打两把，能不能玩？啥不想打？两把牌，我包桌呢，别瞎说。我做 T 呢，我是包桌。哎呀，骨折了，骨折了。我包桌，完蛋了。我包桌，都是打麻将。哎妈呀，我的胳膊现在就酸了、麻了，又抽血了。宋世强，你有病啊？这又是六个，我胳膊被你给咬折了。我有牙吗？我无耻，我有耻吗？我无耻啊！贼疼！我无耻，我他妈就想有无耻，我他妈无耻过点，我他妈无耻啥他妈的，不说，这有录像吗？我你还知道有录像吗？不无耻，我啥也不无耻，我他妈问心无愧。谁说你无耻了？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，我没码错。罗马，我不无耻，我他妈才不无耻，我包装去吧。哎，林春，干啥？包装是不是？啊，老段。贼疼，里边肿。谁？第一个牌，找起来。使劲这样揉。第一张牌。挂开。我陪你看看。我不给你看。等会儿，第一张牌。哎，这里边老大一个大包了。第一张牌捡起来。哎，你别掐我。低头，第一张牌捡起来。掐屁呢？那你让他咬你一口。哎，操你！别别别别，长孙子不是。哎呦，咋又少一颗呢？本市出生的，什么长租户，仅仅长市，我家地址，我现在搬家了，附院花园，脚拿盖一个小别墅。啊，这啥别墅？我妈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我妈买的。谁？宋世强，你又干啥去了？没包。我妈说了，结婚搬的，我不搬，操，我不跟他们一起住。哎，等会儿，妈呀，你没喝多。我跟我媳妇一起住，你没喝多。我在附院花园买。你说，我在。你说。什么上东区二楼买房子？我租，我不跟我媳妇住，买别墅我也不要。操，别墅多个屁呀！操，谁没有别墅？我现在就有一栋，我怕这个。哎，你问我这个，那那你这太狠了。我这个我觉得已经是，我操！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呦我操！我不怕。对。我的手，我的胳膊全伤了。慢点。不是我这里边是有个大实战的，听我说，宋城说，快打伞了，快！我包装，我说一百遍，宋城，你说我包装，咱能不能玩啊？没了，有完话说完了，能不能玩？宝哥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能不能玩完了？你住哪儿？我很清楚啊。住脑子要。咋的？我回家你还能撵去？我知道，必死的钱，我能咋的？把嘴闭上。咱打完了要送过他。哎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！啊，好好好。妈叫邢维娜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为啥随妈姓？闭嘴！回族，闭嘴！我不姓，我不姓邢啊。不是，那行，那行，那家，我媳妇姓邢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打骰子了？我不玩，我真不玩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先玩，先玩。哎。别别，先让地方玩。起来。啊！我放在这边。啊！你说吧，姐姐。你别抓我来！抓我来，宋晨，你抓不来，我跟你说，不跟你。操！我不跟你玩。哎呀，你，哎呀，我，我要走了。抓我来！再给我抓回去。你录吧，你就录吧，你是不是要吵晚上？我叫李玉生，今年25周岁。我一切良好。其实要走道，还录着，不能走，接着，还有两把牌，我知道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我说两把。我说啥也不打了。两把。娜姐还有两把。我说啥也不打了。就说两把。我就不打了，咋的？我就坐着，我一动不动。宋江面子，娜姐的，你给我面子。我不打了。
我姓李，叫李云川。你给我面。快点起来。走。娜姐。哎，菊子，你不送我回家，我回家吧。送钱回来吧，别整。我回家。我回家。走吧，走吧，一起，一起。我赢钱，我数数。我得知道赢。赢好好说我真不回去了，我坐车呢，谁